数字支付市场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。电子支付的便利程度、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消费者行为的不断变化，推动了人们对电子支付的需求。预计东南亚数字支付领域的总交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，年增长率为15%。新冠肺炎大流行进一步加快了消费者和商家采用远程订购、在线购买和数字支付的速度。OxPay Financial 是新加坡上市金融科技公司，该公司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、马来西亚、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中央银行授权的主要金融机构。通过我们的统一支付方式，我们帮助商家轻松地接受客户的付款，通过所有的收款渠道、网络、移动或其他支付系统。需要数字支付的企业有学校、电子商务、在线平台、慈善组织、房地产服务提供商等等。OxPay 不断了解不同行业的需求，提供优质的服务。我们已经开发了 FastPay 应用程序，可以帮助商家随时随地接受客户的支付。一些用户是豪华轿车司机、流动销售员。Hero Hippo 帮助商家管理他们的产品、客户和支付。用户是美食广场、餐馆、咖啡馆或零售商店。作为软件及服务，该地区的商家可以在网上注册。基于云的解决方案，它可以在任何移动设备上运行，且维护和升级成本较低。它可以扩展到不同细分市场和行业的更多用户。商家甚至可以使用这项服务成为 Facebook Live 的卖家，来管理他们的产品、客户和支付。为了帮助商家和消费者，我们正在开发支付数字商务生态系统。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最安全、最值得信赖的数字支付公司。Accept digital payments in a secured way. OxPay. Beyond digital payments.